你是不是想要跟我妈结婚？最后一集，我亲爱的就是亚当想要跟所有真相公诸于世，邵凡找来了小帮手恩云进行求婚计划。恩云终于接受我了，还答应我帮我偷量品味的戒尾。你再再看，看你适合做什么造型。不然你也帮我做一个饭团。开玩笑，还是你送你妈一颗钻石。那很难做，那我不会。少点什么？你的大方从容，我的不安激动，靠近却错开的手。你要求婚？那家餐厅我已经订好了。总之，你们那一天就带品味过去，我已经跟他们说好，然后上甜点的时候，就是我要求你暗号。计划能不能成功呢？请准时锁定本周的精彩大结局喽！巴拉财报组整理报道。